时候觉得好累，也会在孤单中流下眼泪。呜继续闯，勇敢着，所谓天黑不过是以为，生命有一种迂回，让我们学会今天你只能吃蔬菜，吃。姐姐，你老是跟我说，你还咬不咬别人？凌霄。这什么呀？哎，你怎么不叫我起来给你做饭呢？我去给你炒个菜吧。妈，没关系，我喜欢吃方便面。哎，你好。啊，你们来了啊！我们来看看你，给你带点水果。哎呦，来就来呗，还拿什么东西啊？快进来吧。啊，那个啊，不用换鞋，不用换鞋，我还没收拾呢。啊，好，快进来吧。陈婷啊，啊，你不舒服啊？哦，我没有，我就是刚睡午觉来的。你看你们来了，我也不知道，也没准备什么东西。我就是带钱阿姨来认个门，坐一会儿就回去的。那坐坐。这小凌霄怎么才吃饭呢？啊，他中午没吃饱，现在又饿了。再说他也喜欢吃方便面，叫人啊。分布不好，前摸不好。哎呦，哎，你好你好，喝茶行吗？行行，喝什么都行。这孩子可真乖啊！别让孩子泡茶了，都先烫着。没事儿，什么都会。陈婷啊，你这搬过来也有个把月了吧？怎么老是一个人关在家里不出门呢？我是觉得外面挺热的，就不爱出去。你性格太内向，小凌霄性格也内向。我看他呀，老爱一个人自己玩。我们几个呢，经常在海潮面馆凑上几桌，打打麻将、聊聊天的，特别热闹。是是是，我不会打麻将。
不会没事儿啊，学学就会了。其实这打麻将啊，也是一种交际。你说你一个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头，抬头低头就见着和平一个人，那能不吵架吗？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哎呀，小凌霄真乖啊。凌霄，快去吃面吧。妈，我吃饱了，我想出去玩。啊，去吧。哎，这凌霄可真乖啊，真懂事儿。你们今天来是有事儿吧？是不是听说我和和平吵架的事儿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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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家不吵架了？我们昨天到海潮面馆吃饭，正好呢碰到和平了，随便就问了他几句。嗯，哦，那他说我什么了？当然说你好呗。哎，是是，真的，你别不信呀。其实呢，我真的特别理解你。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的，我以前呢是当老师的。三年生了两个孩子，当妈的有什么办法？我只能把工作给辞了，一心在家里啊看孩子管这个家了呀。我爱人呢是当医生的，是什么忙都帮不上我呀。他要忙起来啊，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。哎呀，把我累的，看到他就生气，觉得他不理解我，不少吵架。嗯，是。我们家和平也是，想让他帮忙的时候，他都在帮别人。那其实他也是为了工作嘛，工作再忙，也得要顾家里啊。对对对，其实我这个人啊，不大会说话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当然了，话也得说回来了，男人在外打拼就是为了这个家嘛。嗯，他赚钱养家，你照顾家庭，各司其职。和平这人工作责任心重，你把孩子带好了，他就能安心工作了吗？嗯，好香啊，好好吃哟。嗯，我爸做饭好好吃，红烧肉、炸猪排、豆芽虾。还有我最爱的糖醋排骨，嗯，好香啊，嗨，好好吃哦，嗯。什么好事啊！我陪你喝两杯。干喝呀、啊，没菜。我给你做个菜去啊。凌霄，你出去玩一会儿。哎，大晚上的，你让孩子去哪儿啊？出去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这忙活一天了，别回来就找茬行吗？我找茬。你让方阿姨、秦阿姨来家里跟我说那些话，你找什么茬儿？他们怎么来了？哎，凌霄，他们说什么呀？再装，装，咱们家的事，你不跟他们说，别人怎么知道呢？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咱家的事儿啊！我向你发誓，我根本就没让他们来过。行了，咱们说这事儿啊，我换件衣服，我一会儿得到所里加班去啊。今天哪儿都别去，我告诉你。不是，哎，陈婷，我同事孩子病了，我答应他替他顶班的。同事孩子病了，你去顶班？那咱家孩子病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啊，你在哪儿呢？陈婷，能不能不提孩子的事了？啊，不提了。不行。哎呀，陈婷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了。行不行？我求你了，我累死了。行，谢谢。我放过你。
们今天吃炸猪排，我爸做的炸猪排可好吃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这个我给你扎好了。你小妹妹和我妈妈一样，去海上做仙女了。等到很久很久以后，我们也会去那里，到时候我们就能见面了。谁告诉你的？我爸，我爸什么都知道。他骗你的。他们死了，死了，就是没有了。那没有了是去哪里呢？没有了就是没有了，再也见不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都会死的，死了以后就烧掉他的东西，撕掉他的照片，把死的人忘掉。你爸爸也是这样的。来，我给你看一下我爸爸的秘密。是我妈妈。这里都是我妈妈。爸爸是不会忘记我妈妈的。我妈妈很香的，这是我妈妈的味道，香吗？其实我什么都知道，她都是一个人偷偷的想我妈妈。为什么？你不想吗？我想，但是我要假装不想，因为爸爸会伤心的。那你想你妈妈的时候怎么办？我就画画，我就把妈妈画出来。我也是一个人偷偷的想我妈妈，不让我爸爸知道。你也可以一个人偷偷的想你妹妹，不让你爸爸妈妈知道。我们去问黑猫警长吧。吃我最爱的糖醋排骨。
吃面啦，快走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呦，一只小虫从我鼻孔里爬出来了！哎呦呵，慢点吃啊，别呛着。哎，你好。是李海潮吗？我是贺梅。贺梅。我啊，你别着急，你说。我想给你借点钱。啊。我妈病重，我得赶紧回去。这么严重啊？然后我还想请你帮我照顾子秋一段时间。行，你别急啊，我去接她。哎，小杰、凌霄啊，爸爸得出去办点事儿啊，急事儿。你们俩慢慢吃啊。吃完了之后呢，你们俩一起去钱婆婆家玩会儿啊，等爸爸回来，听见没有？啊，记得到时候出门把门锁好。你看好小坚啊，啊，嗯，那我走了啊。来，子秋，你来看，来，这以后就是你的屋，啊，你就住这儿，到时候我在那儿给你铺一张床。嘿嘿，怎么样？哎，我再带你参观参观啊。那这是厨房，我以后就在这儿给你做好吃的啊。哎，这是厕所，这是客厅啊。哎，你看那么多玩具，你都可以随便玩啊。哎，这间屋子啊，就是李尖尖的房间。哎呀，这个小尖呢，脾气不太好，老乱发火。但是呢，你比他大点儿，是哥哥，是不是得让着他呀？嗯，真乖。你什么时候跟我妈结婚？结婚？结什么婚？我白天看到你给我妈钱了，好厚一沓，一百的，你又让我来你家住。不是，子秋，我给你妈钱怎么了？我听我二姨说，男人给女人钱就是给聘礼，少结婚的意思。你还知道聘礼呀？你妈妈收了聘礼，你以后就是我们家的孩子，得听我的话，知道吗？哟，子秋。你别吓唬我啊！我跟你开玩笑呢啊！爸，你啊，爸，哎，儿子，爸，走，我给你收拾屋子去，好吧？啊，走，儿子。不要是我家，哎呀，他不是你爸，不能叫爸。小坚，你别欺负子秋啊，听见没有？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哎呦，怎么了又？哎，哎呦，哎呀，你怎么又咬人呢？小坚，你松开，你松开。哎呦，你是我狗的呀你？松开。对象得回乡下照顾他生病的妈，那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，这尖尖哪干啊？你看炸了窝了吧？哎，
吃饭不饿啊？他饿不着，一到饭点就扎到邻居家去。陈婷，你到饭点了得给孩子做饭啊，要不然孩子饿了肯定邻居家吃饭去了，是不是？你反正把这儿当成旅馆，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吐了，你得吃回去，吃回去，吃回去。你说都得天天练，知道吗？你什么时候捡回来的？哎呦，这好好的照片怎么成这样了？你给我。哎，陈婷，就剩这么一张合影了，给孩子留个念想，行不行？你给不给？赶紧上学去吧。你给你！哎呀！哎呀！你神经病！你打孩子！我是神经病，改变合同约束的是我！哎呀，能不能不说这个了？再说那是个意外，没人怪你啊！是你不用怪我，我得谢谢你是吧？啊！你不管孩子，你就可以撇得一干二净，你就可以高高在上的审判我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对不对？谁高高在上审判你了？咱能不能不说这事儿？好好过日子成不成？你可以不提，你可以天天不着家，我就得过这该死的生活，我就得过该死的生活。还有你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给你妹妹吃合同？能不能不提合同？能不能？我说错了吗？都是他，是他害死的。别说这事了，行不行？是他害死的。闭嘴！Thank you.
水坠进了窗，潮湿穿在心上，似一声唱。阿姨，是不是不要留香了？流淌，告诉我要怎么刻意的藏。他不曾说，心里生作。那你不要的话，就给我了，我只要缺一个哥哥。如果大雨，给你吧。这个陈婷啊，被朋友叫去打麻将了，让小凌霄在家带妹妹。这小姑娘爱吃核桃，平时都是小凌霄喂给她吃，一点事儿没有啊。那天可真是巧了，就一粒核桃卡在这小姑娘的气管里，而门又反锁了，这小凌霄出不去啊，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等陈婷回来啊，这孩子早没气儿了，憋死了。这听谁说的呀？他家以前住北里家属院啊，我大姑就住那儿。头两天我去看我大姑，她跟我说的，这陈婷啊是住不下去了，被人戳着脊梁骨才搬家的。那也是意外，她也不愿意呀。那小姑娘才3岁呀，多可惜呀。这大小孩带小小孩，她这当妈当的可真够舒服的啊。你不能这样说，她也不容易啊。你们居委会啊，就是和稀泥。要我说啊，和平跟他离婚，离得对，离得好，早就该离了。赶明碰上合适的，我再给他张罗一个。哎，你们看，我给海潮介绍的那个，孩子都领回家了，都改口叫爸了。哎，你们看，贺梅给我买的没人鞋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不错不错，颜色。哎，海潮啊，你什么时候跟贺梅去领证啊？哎，没到那步呢，处处再说。哎哎，海潮，要摆喜酒了，别把我们给忘了啊！那是，还不好意思了。哎，赶紧的。哦，我了，我了。海潮，我来接儿子。睡着了啊！你今天咋这么晚呢？哎，孙儿有个案子，实在脱不开身儿。没吃了吧？真没吃，我正好备了俩菜呢，来吧。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客气什么呀？这几个月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谢谢啊。瞧你说的，这有什么麻烦的，多双筷子的事。好吃啊。我们家的事儿你都听说了吧？哎呀，街坊们也没有恶意啊，就是吃完饭瞎聊聊啊，哎，逗个贫什么的。我干的是片警，这我能不知道吗？像我们家这种事儿啊，也就是咱们茶余饭后的一些闲话。这耳朵进那耳朵出，
根本就没当回事儿。这我明白。可我就真不明白了，陈婷她到底是怎么了？这状态怎么就越来越差了？这每天这么闹啊闹啊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我安慰她的话没少说呀。我们家的事儿你也听说了？那能不听说吗？这才一年多，真难为你了。嗨，那会儿慧颖刚走，哎，我那叫难受啊。那街坊们就轮着法儿的劝我，那你知道吗？就那安慰那话，就跟那小刀似的。这嘎嘎嘎嘎嘎就拉你那心坎儿。哎，对啊，特别的后悔，我怎么就听了他的呢？我怎么就没说服他呢？怎么就相信这个病就靠自信就能挺过去？我怎么就不听医生说的那些？所以我知道，这后悔是太折磨人了。我觉得吧，陈婷是不是真的就过不了自己这坎儿，所以才这样。当时陈婷怀孕有三个月了，我们才知道，为了要这个孩子，陈婷把工资也丢了。我呢，单位处分，交罚款，马上要离的工也给撤了。哎，别说升职了，连工作都差点丢了。可我这辈子就没为这个后悔过。随我，也不随他妈，他不知道随谁了。这脾气，这他是莫名其妙的乐观，多美好啊！来来来，净乐观，也请离开的人。
吃菜，吃菜，吃菜。嗯，我说林霄怎么老跑你们家吃饭来了？你看，拌的黄瓜都跟别的地儿不一个味儿。嗯，好吃。爱吃就常来，当自己家一样。嗯，那给你添麻烦。哎呦，你这真不是有什么麻烦呢？我跟你说，这样也好，那孩子还都有个伴儿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今后就不跟你客气了。客气什么呀？来来来来。嗯，你还能点菜？那我说今儿我想吃面，走吧，我给做面。嗯，我明天吃排骨。开学第一天，你别迟到了。你抓紧啊，别磨磨蹭蹭的，我在迟到。哎，爸，那个油条跟麻糍我买回来。好嘞。哎，叫凌霄吃饭。哦，好。是你在里边吗？我在拉屎。赶紧的，我憋不住了。你别催，我拉的正说过多少次，不要在我刷牙的时候来上厕所。哎呀，知道知道了，下次不会了，穷讲究。哎，啊，那你慢慢享受吧。哎，不带你们玩了。哼，还好提前准备。快点，吃饭了！马上。哎，跟你们说啊，小江今年上高一，你们俩上高三，又在同一个学校，就别像初中那样了，整天让他请家长，请家长的啊！你们得有点当哥哥的样儿啊。嗯，放心吧，爸，我会看好他的。嗯，放心吧，李爸，我会看好他们俩的。李杰杰，林江是你妈子。紧握，像我是。
渐渐变大了，另一个变小了，岁月让我们在中间相逢。在这儿